他和别人结婚，是想能平安地把你的孩子生下来。孩子，那你就更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对吧？你放心，我会去自首。董曼玲，你只有自首这一条路，懂吗？小龙，小龙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下点面去，好吧？快一点了，回去休息吧。
这个位置就是死者受撞击之后的具体位置，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没有呼吸了，他头朝这边，脚朝这边，现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好，知道了，你先忙去吧。真的？从现场情况来看，应该是车祸，但是是交通事故还是谋杀，现在还说不清楚，要等到尸检报告出来，才能确认死亡时间。又是有人要阻止他去自首。 就是谋杀，我们也是怀疑啊。什么事儿都要讲证据，现在雨这么大，证据都没有了。找证据，你只有找才能找到证据啊！肯定有目击证人，你不找怎么可能有证人呢？天成，志新，志新，志新，天成，志新，天成，刚才有人被撞死了，你看见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是警察，你不用怕。 我会保护你的。我真不知道，刚下班。你真的，世新，你骗人！你骗人！世新，你骗人！世新，放开我！世新，别这样！世新，放开我！世新，别这样！世新，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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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死亡时间是昨晚凌晨1点到1点半之间，现场找了个目击证人，可以证明蓄意谋杀。如果事先的推测是对的，这董美丽确实是想来投案自首，结果呢，却被人灭了口。目击证人那边有什么线索吗？天太黑，雨太大，看不清楚。没有人滑落真是无辜的，但现在唯一能证明他无辜的人死了。死了？干什么？我生气啊！我干什么？你生气能解决问题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个人呐，不笨，就是这个性子太躁，知道吗？遇到什么事儿要冷静处理。董美丽死了，这个案子就查不下去了吗？怎么查？能把杀董美丽那人查出来吗？活人找不到，这死人跑不了吧？查董美丽的住所、活动范围，以及她生前接触过的人，一定会有线索的。我现在办。
你买的药吃了没？吃了。怕什么呀？天塌下来，有个儿高的人顶着。我不怕呀，是我太乐观了。我本来以为东门立去自了手，就能给我爸妈一个交代了。我也没想到。 是你觉得绝望，你会放弃华罗吗？怎么可能，一定有别的办法。这才是你。你负责勇往直前，我负责皮糙肉厚。一会儿你妈要是抓狂，让她抓我。蒋银芳这么多年那么折磨我，我都挺过来了。你妈在我眼里小儿科啊。走啊。 进来的呀，崔有亮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我允许的呀，李阿姨啊，啊，我刚来的时候看见世新站在楼底下，怪可怜的，像没人认领似的。我心想，这可是老崔家的闺女，老崔家的财产呢。 养了30年，这么大一个，光吃白米饭得花咱家多少钱呢？咱要是不要啊，可不便宜了别人。嗯，这话糙理不糙啊。从经济学角度，这个论点是可以成立的。别愣着了，快坐吧。哎，对对对，坐坐坐。 李阿姨啊，你就甭提世新这几天有多难受了。这一天天的，猫吃的都比他多。昨天夜里那么大的雨，他为了找证据证明华罗没有杀人，愣是在外面活生生淋了3个多小时，感冒发烧一直到现在还没好。这怎么能行呢？去不去医院看啊？嘿，你们也知道，世新那性格就爱死扛，说什么也没用。 越像你妈了。要不是古时候，怎么会有孟母三迁呢？这个家庭环境啊，严重影响人。我这辈子呀，算是被我妈给彻底毁了。你阿姨最爱听这句话了。东本利死了。
也够可怜的了。华罗当初孝顺他，咱真不该拦他。这事儿啊，先不能跟华罗说，他还有身孕，他受不了。你真不是孩子他爸？啊，真不是，我跟华罗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我真的是帮他。放心吧，我会找最好的律师帮他打官司。我咨询过了，一则华罗的行为算是自卫，二则他当时还未成年，这官司咱有的打。还有，华罗现在正是怀孕，我们现在争取取保候审，先回家。你们二老别太担心，好好养好身体，等他回来就好了。你辛苦了。客气什么，我们都是一家。啊，我意思是，我先回家了。哎，老秦。今年委屈你了，就是为了尽义务吧？不痛苦，就是因为你从来觉得孟蕾就不是你妹妹，她是我妹妹。孩子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要不是你晴儿打电话告诉我，我还蒙在鼓里呢。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全天下人就我最后一个人知道。哦，我孙子居然不是你儿子，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妈呀？你给我赶紧回来，立刻，马上！老崔，哎，我晚上吃点什么呀？吃点面条也行，要不熬点粥吧？可以啊。哎，你别去，我去吧。哎，哦，对了，上回买的那个银黄颗粒还有吗？有啊，那不是药店大降价，你一使劲买了20盒呢吗？我找不着了。我知道啊。你去给世新找找吧。哎。
老群，你好样的啊！你可真行啊！好了，你干嘛？喂，我是混账，我小王八蛋，行了吧？你是小王八蛋，收你的人是什么？你可真行！该交代我就交代了，你还让我说什么？要不是华罗出事了，你是不是还真打算给别人养孩子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咱欠人家的。我欠人家的，我该还还。我蒋一方就算是倾家荡产，我乐意。你别逼我吃绿头苍蝇。都过去了，我没有混淆你的血脉。我回头自力更生，跟人家拿着生行不行？别那么较真儿。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，又饿又冷的，你可怜一下我嘛。你昨晚上干嘛去了？陪崔世新呢，还能干嘛？哎呀，你们这一代人这是怎么了？我真是搞不明白。现在我们自己也搞不懂自己。这董本利没档案、没记录、没生活痕迹，就跟没活过似的，太奇怪了。他也有一个人了解他，花罗。花罗对董本利有深入的了解，我们可以提审花罗，从他那儿找到突破口。刘德志，联系拘留所，我们去见华罗，事情留下。是。除了华罗，我更想知道另外一个人的反应。谁啊？蔡小龙。没说一样吗？哪儿找去啊？他是爱华罗的，他不会坐视不管。喂。这些地址我们都跟各辖区派出所进行了摸排，有宾馆，有娱乐场所。通过对蔡小龙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判断，这些地方很可能存在着非法拘禁的卖淫行为，并且有可能是强制拐卖妇女的卖淫窝点。如果这个推断正确，这是海城市近年来发现的最庞大的拐卖妇女卖淫团伙。值得怀疑的就是蔡小龙为什么要突然干这种窝里反的事儿？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解决这个疑团，我们就有可能小龙行为提前预判。按照石信的推断，董本利是在来自首的路上被人谋害的，而谋害董本利的这个人同时也害了华罗。蔡小龙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华罗找老鬼报仇。那也就是说，小龙反的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，就是老鬼。这次蔡小龙的反水目的并不是敲山震虎，而是蔡小龙和老鬼之间的生死决斗。这也是我们将老鬼集团一网打尽的绝好机会，所以我建议
按照蔡小龙提供的线索推进，把这个腐烂的根彻底挖出来。听我命令，刑警大队、防暴大队各分局派出所集合警力，整装待命，明早8点统一行动。明白。KTV 有些服务性质，但现在哪家没有？反正我没拐卖人口。那要不然我把那些小姐的口供拿过来给你看一眼。大哥，你看我该招的都招了，能不能放了我？我以后肯定做个良家妇女。没你这么套近乎了啊！想要从轻处理，老鬼的情况你再给我细说一下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们都是电话联系。而且他连电话号码都不固定啊。先生的手机都收在哪儿？既然是公用电话亭，就算他换的再多。进行实地勘测，调集所有的交通监控和社会监控，务必锁定老鬼的形象特征。是。调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隐蔽，老鬼反侦查能力极强，万一我们暴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，都会前功尽弃。电话亭周边任何有可能存在的摄像头都不要错过，注意每一个生活细节，通过生活细节我们就有可能分析出老鬼的藏身区域。老鬼还要继续调查，东门里的线索也不能丢下。石鑫说要提审华罗，可以试试。行，那我明天联系拘留所，让他们见面。另外，您吃点药，师娘交代的。哈哈，臭小子也关心起我来了。那是啊，这么好的师傅，万一没了上哪找去？开玩笑呢。哎，师傅，我跟你说啊。您那个旅游计划呀，我都给您安排好了，从您的旅游路线到食宿，到费用支出，都妥妥的。那我就想问一下啊，就是我给您做了这么多，我有什么好处没有？好处？啊？哎，你看，您看，您都甲亢了，您还喝茶，您都喝不了了，您还不如把它给我，您还落一好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小气劲儿，都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。少逗我啊！不是活着好好的吗？行，给这个猴吧啊！华罗，你的母亲董本利死了，车祸，蓄意谋杀。
凶手是谁？我们正在调查。 华洛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这么多年，董本利一直隐姓埋名。其实你知道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常树林案件是不是跟他有关系？ 真的，我不希望你一错再错。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调查，把真正的罪犯给抓出来。对于董本利来说，你也算尽到孝心了。我怎么帮你？ 把你知道董本利所有的信息都告诉我们。老鬼在哪儿？哎呀，这是干啥呢？有话好说嘛。话，老鬼在哪儿？ 是老鬼的干儿子，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呢？大家都一家人呢，何必为了一个女人闹别扭呢？嗯。<笑>这不是董本利出事的路段吗？是。 咱们现在要去的这个海鲜加工厂已经经过前期摸排了，现在处于停工状态，只有一个看门老人长期居住。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老鬼的真实意图是什么。不知己不知彼，这个账没法打。哎，前面那不楼群车吗？这次他倒比咱们快。他怎么来了？谁通知他的？我。
老同志，他是在问你外来人口都登记了没有？啊，我们这儿啊人口少，外加工厂的生意都不好做，就我一个人在这看着门口。你不会骗我们吧？不敢，不敢。我们看一下，没什么吧？走吧，带我们看看。你不会真有事吧？没事，走吧，我带你们看看。Thank you.